不向強權屈服，堅持以理服人，以論擊石。講完香港，又翻翻去國際環節啦。不過今次我哋唔講美國啦，我哋係講韓國，跟進下韓國嘅事情先。啊，韓國朴槿惠姐姐咧，大鑊就真係大鑊啦！佢真係啊，唔使瞓啦佢。嗯，係。咁就佢呢、這個咁就好似係剛剛過去嘅呢一個星期五咧，就有上百萬人上街反對佢喎。係啊。圍 Q 住個青瓦台喎。係啊。而家我見到出現嘅情形咧，係遲早咧，我而家睇落咧，佢真係咧，好似可能係好似我哋所講，可能係真係咧有機會被彈劾嘅咁樣嘅情形。好難不被彈劾喎。係啊，因為佢更加大鑊咧，就係咧，而家就揾到一啲證據咧，就話咧，佢根本原來係扯線公仔嚟嘅。啊哈。係啊，有啲人爆一啲嘢，話嗰個女人佢講乜就佢做乜㗎啦。嗯哼。佢做乜㗎啦？嚇！咁你信唔信咧？嗱，當然我個人就唔係好信嘅，即係如果一個人，譬如一個總統，好難嘅，你可以當扯線公仔咁樣，係咪先？你可以控制佢麥聲係得嘅，但係咪真係咁犀利咧？即係咁講，中係啦。咁裡面咁政府裡面啲人，即係你坐咗上個位都係認你唔認佢嘅啫，即係除非咁啦，佢落咗你降頭，即係除非有啲降頭真係存在啦即係你聽我話嘅，你會死嘅，咁又話啫。咁就譬如你即係你上到做三軍總司令，喂大佬你真係最大嗰個噶咯喎。係啊係啊，咁你啲幕僚咧，你總統府入邊啲幕僚咧，其他官員咧，都係聽內閣咧，都係聽你姓朴嘅，唔係聽姓崔嘅講噶嘛。唔係聽姓崔嘅講噶嘛，係咯，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呢件事。即係除非咁啦，即係原來係真係有呢一個嘅乜鬼嘢啊！即係原來係真係有呢一個嘅點講好咧？真係有即係真係教主嚟嘅，原來係真係教主嚟㗎。即係原來呢個真係好真係守宗教虔誠嘅咁樣。係啦，即係搞除咗搞宗教啦嚇。即係除非係咁嘅。不過咁啊，曾幾何時嚇，有人講美國喺台灣喺依個韓國嘅人都講過。他說喂這個總統有個什麼問題的，他信了那些這樣的宗教，喂他真的那麼是被控制的。是啊，美國就是他們的情報是這樣說的。 OK， 所以你知道美國人啦、啊、美國人搞情報怎麼這些他不知道啊，說真的那句是不是先。那你對我來說就超現實了一點咯。係啊，佢有咁講過，佢哋嘅情報裏邊係講過咁樣嘢，所以咧佢哋同南韓交手嘅時候咧，係好 aware 呢樣嘢，佢啲外交官係啊，好 aware 呢件事。OK， 咪就超即係有啲為超現實啦，有啲嘢真係。係啊，所以啲事咧，你係咪估唔到咧？即係竟然咧，朴槿惠做呢幾件嘢都不錯啊，都叫做係咪韓國都叫唔錯啦，係咪？竟然係為咗呢一件事，而家可能埋唔到尾啊！你想唔想像到？嗯哼，係啊，而竟然係一啲涉及宗教嘅問題。嚇，係啦，其實咧，所以咪話咯。所以我哋成日我都同你講，我成日覺得呢件事咧點都有點點北韓嘅身影喺度。OK， 係有肥仔金啲身影喺度。係，因為佢哋喺度攝入去啊嘛。嗯嗯嗯。係啊，而佢哋主觀覺得朴槿惠係非常親美，而且親美到係直情連薩德系統擺喺度。係啊，佢想係咪你用呢檔嘢嚟搞掂個薩德系統？但我唔覺得可以搞掂到，因為薩德系統本身嚟講，就算韓國邊個黨上去，薩德系統都會擺喺度，都會整嘅。係啦，因為全球戰略嚟嘅呢個係，重返亞洲。不過當然而家有少少暗湧啊，唔會。Donald Trump 都不會有暗用，對我來說這個我覺得不是，我覺得這個不是
不是一個問題，因為這個戰略關係太大，他擺於當嘢喺度咧，基本上咧佢可以咧慳翻唔少水嘅喺其他國家身上。係呢、這個你即係要睇下點，要睇下點先。但係 Trump 咧用嗰扎即係佢嘅外交班底，你一定係共和黨嘅 establishment 嗰班友，嗰班友仔永遠咧，佢哋咧永遠咧有一個諗法嘅，即係咧。美國的偉大呢就是呢某程度上呢有多管閒事的，所以呢他呢是不會呢將呢日韓台呢置諸不理，是不會的。有些人呢就很 Q 開心呢，就以為呢 Donald Trump 呢做總統呢，他們呢就一定有運行，不是的。因為他用的班底全部是共和黨的班底，如果用共和黨外交集班底呢，一定呢都是不停給麻煩你的、mm-hmm. 不過那些麻煩呢就個性質有些不同的、mm-hmm. 是啊，現在他這兩天就示威，但是呢他現在其實基本上呢 他已經退居了二線了，但是呢現在我看他呢就算退居二線捱埋他呢都應該捱不到，我看他這樣的情況無謂捱啦，捱做乜嘢？其實真係無謂捱嘅，我都覺得無謂捱。嘥心機，我都覺得係嘥心機，因為你而家咁樣，我寧願你而家漂亮地落台好過，即係將個政權移交俾其他人好過。嗯，係啊，或者移交俾個總理咁啊等大選咯。係。你而家你仲冻喺度嘅话，你等你而家嘅執政党啊，下一个都唔知点 Q 样选啊。嗯，系啊，真系谂下点 Q 样选下一个，你谂下点解啫？嗯，系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佢早辞好过辞，即系佢自己硬好过。吓、啊，佢如果再惹落去有刑事调查，更加大镬啊！都唔知道下一个点选啊！真系佢自己当有。嗯，系啊，其实喺民主社会有样嘢好嘅，一定知所进退。你又老实讲，你又唔使被人，你又唔会，即系最多，如果你真系刑事嗰啲嘅，咁被人困啦。咁但系即系有刑事豁免权啊嘛。咁但系问题就话咧，如果你咁样唔落台咧，你咁继续贪恋住落去咧。你到最後咧，真係咧，人哋咧查，人哋真係起曬啲嘢查出嚟嘅時候咧，你落台咧，就等於入去坐嘅，咁就無謂啦。嗯哼，係啊，咁你起碼你早落台，起碼同人哋可以有個 trade off 啊嘛。係。係啊，依家唔係喺某啲國家咁，喂，喺某啲國家，喂，你失勢，你冧檔，係俾人哋雙規喎。不同的嘛，嗯，是啊，知所進退啦，你一是呢第二個下場就更加不好啦，好像老豆那樣是不是，你老豆為什麼會死，其實都是因為這件事死了嘛，這些都是第一就是人家想謀住他，第二呢就是教派問題的事而已嘛，那無謂啦，是不是，嗯，咁差唔多啦，今日都。OK， 喂，下次再講。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